平台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可来了，你不知道我让祝福你给嫁出去了，祝福你把我嫁给了马子。那我这是在哭啊，我这是在哭。爸爸，你看看，他就是那个英俊潇洒的博哥。你就是小博啊，祝福你。啊，那你要娶我闺女？不行，我都嫁出去了。我不行，我嫁不给他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嫁给他。彩礼咱们已经说完了。爸爸，不行，我就要嫁给他。你要不让我嫁给他，我就打死你。哎，你还弑父啊？我打你。我是男一号，我是主角儿，但是我往这儿一站，我比院儿的假山都假。要不能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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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，那开始没人信、啊、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，谁呀、啊、叫石富宽。小孩石富宽、啊、就这闺女说是太大。这就一会儿活动活动 啊这到这儿了别瞎说。怎么了、啊、那是我师父，男的。男的是吧？对了啊，他不相信我啊，他认为这个不灵。我说你跟我来走。干嘛？咱们楼道试试。哦，一进楼道啪腾亮了，灯亮了。嗯，我说怎么样石老师、哦、佩服我吗？嗯、这东西怎么样？快说。说好是好啊、嗯、你干嘛打我一嘴巴呀？嗨，那是拍巴掌还不行，打人啊。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。哦，克隆你知道吗？克隆叫复制嘛。哦，怎么了你？嚯，复制什么毛病啊？你这是克隆他都知道啊？这就这个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！一般来说啊，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，知道吗？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手里有球吗？就揉，站稳。嗨，这，您站稳都能说。我下次一定带崩公子出来。嗨，这孩子不是随身带着。不，不坐，愿意坐公汽车。对了，我等那个特二啊，我。特二，你才特二呢，坐车我特二干嘛呀？有一双层的特二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说那是科学家还双层啊、嗯、啊，他不坐，他不坐，咱们走吧、啊、我自个儿蹬着我就走了。哎，对，我幸亏没坐，多个的横这玩意啊，多颠的颠的，把那油颠的下去减肥。哪有那么些油啊？没事出去玩去，旅游去。我这个人眼界宽阔哦，到哪儿都走，哪儿都去。嗯啊，东三省
哦，东北黑吉辽。嗯嗯嗯，哎，黑吉辽，黑出美女，东三省，东三省出美女。哦，嗯，东三省出美女，对，痛快爽朗那个性格。哦，爽朗。北京也出美女，北京女孩刷力。嗯，什么叫刷力？嗯，这是形容人的吗？哎，天津女孩啊痛快。嗯，就这么俩字儿。杭州女孩啊，甜口的。哎，甜口的啊，炒菜呢这。四川女孩啊，麻辣。嗯，还是湖南美女，湖南美女甲天下。您出去不干点别的了吧？就看这么俩，你这很讨厌了，你都得研究啊。嗯，中华文明五千年，对，这是多少古典文学呀？哦，咱们国家有四大文学名著，干嘛现数出来的是怎么的？四大名著说对了，对啊，对，别含糊啊，就以后就这么说去，别闹，别逗玩，别逗，就这么说，对了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对，真的啊？嗨，别含糊，你这四大名著，哎，底气足了，嗯嗯，《西游记》哎，对，《红楼梦》是，《话说北京》对，哎。郭德纲相声选，哎，不，没有，嘿，尤其后边这个，行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这么说露怯了，怎么呢？不对吗？后面这俩没有，是吗？哎，新款的吗？没有这新款的，没这新款的啊。三国、水浒、嗯、红楼梦、西游记，哎，这对，这是四大文学名著，哎，打小我们上学都知道这个，是中国人全得会啊，都看过啊，这里边。可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是内容丰富、啊、就拿这三国来，咱不逗啊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随地吐痰，上车孕妇让座，给军烈属挑水，听相声不搭下茬，干嘛要扇了我呢，是吧？然后说你没明白，不是那个扇，乃是禅让之扇，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。舜当时一听就傻了，说怎么可能呢，说姚王您啊，往这一坐，普天下万民归心呢、啊。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，我做不到。啊，三说五说，最后决定啊，让舜先摄政，就是王还是姚。那么舜呢，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。我先干一段时间，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，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；如果觉着不行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。您还是王啊，那一年姚是107岁啊，顺心说我也设不了多少年的政啊，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，就这么着顺成为天下。